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在侨委会的直播室和大家在空中见面，在云端相会。我是侨委会的参事陈淑静，先向大家问好请安。今天我们文化飨宴 Tea Break 的时间，要和大家分享歌仔戏台湾 Opera 瓜戏。今年8月27日第一集的直播课程，主要是介绍歌仔戏生旦丑行当的基本唱腔和身段。
今天第二集的内容，我们特别邀请到刚刚出炉、炙手可热的第32届传艺金曲奖最佳编剧奖得主陈建新老师现身说法，从编剧的视角来谈谈歌仔戏。大家一边喝口茶，一边喝杯咖啡，和我们一起聆听故事及欣赏经典的剧目，来认识有点不一样的歌仔戏，特别是从编剧的角度，如何从传统的歌仔戏汲取东西方文学的养分，茁壮发展成不一样光景的戏曲艺术。现在我们就欢迎2021年以歌仔戏光华之君获得传艺金曲奖最佳编剧奖陈建新老师来到我们侨委会的直播室。我们欢迎陈建新陈老师。陈老师您好，请您跟线上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建新。老师好。老师您从国中开始就迷恋戏曲，是就读师大国文系的时候你加入歌仔戏社，2011年在剧作家施如芳引荐下开启了与唐美云歌仔戏团合作的因缘，投入电视舞台歌仔戏剧本创作至今有10多年了。想请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从戏迷变身为编剧的因缘。其实因缘非常巧妙，我本身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爱写东西的人，对，就是从像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在写剧本，只是就是很单纯的喜欢歌仔戏，对，那结果就是在念北艺大研究所的时候认识了如芳老师，对，那时候如芳老师可能看过我的一两个创作，所以就推荐我去跟唐美云老师合作。对，这个是因缘啊，特殊的因缘。是是，那您可以说是近年来产量最丰富的戏曲编剧，特别是您舞台歌仔戏常有令人惊艳的作品，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有哪些作品啊。其实写到今年的话应该将近10来出的舞台的作品、嗯、对，那大部分的观众可能比较会有印象的是像那个春衣小姑系列，是是，对，像春衣小姑它很有趣的是歌仔戏很难得舞台的作品可以有一部曲二部曲这样子，对，那一部曲的话我们是写那个老人失智症还有长照这个议题，对，所以在剧中的话讲的是一个家庭，然后儿子跟媳妇怎么去面对这个妈妈开始有失智的现象，对，这个戏其实那时候演出就非常的多的观众他们就觉得很有共鸣啊、那所以后来才会有一个二部曲叫做那个银姬物语，对，我们把歌仔戏跟一个日本的元素做结合、嗯、然后里面谈的是一对父母怎么去接受他的孩子是同志，对，他们怎么去接受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这个戏也就召唤了非常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而且也就蛮多的回响。 是嗯，这些新编的歌仔戏每一出我都看过，真是叫好又叫座。老师您是不是跟我们谈一下您将传统戏曲歌仔戏加上不同的元素汲取跨界的养分改编成新戏的考量是什么，又如何在保留传统戏曲唱念做打的特质上让歌仔戏有了新的生命。其实就是因为歌仔戏它现在走到我们2020几年这个阶段了，对，那其实歌仔戏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对，它在不同的时期呢它就会吸收那个时期的流行的文化，对，那我在现在在挑选题材或改编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会做一些思考，首先是在题材的选择上面就会在想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什么样的题材会感兴趣，然后再来同时我们也不能只照顾年轻的观众还得照顾比较资深的观众，所以变成说在题材跟故事的说法上面
又不能那个跳痛跳太大，嗯，就很担心像那个阿公阿嬷进来满怀期待，结果第一场戏他看完可能就讨咖灰灰了，他已经搞不懂在演什么了。对，所以我觉得观众群是我们在写戏，尤其我们是售票演出，一定要思考的。然后再来，其实现在会去思考的还有一个是演员的部分，因为刚好唐美云歌仔戏团有几位很资深的演员，对，像唐老师、小咪老师、许寿年老师，对。那所以其实在设戏的时候一定会以他们来做考量，对。那我觉得在寻找角色很有趣，是我们要寻找适合他们的角色，但是这个角色又要是他们过去可能没有挑战过的，因为毕竟他们从艺已经数十年，很多很多角色都演过了，对。所以现在其实真的会去想的是还有什么角色可以让他们来挑战。再来第三个会思考的部分，真的是什么样的议题、什么样的剧情内容是现在的观众大家会好奇甚至会有共鸣的。因为毕竟以前的传统戏曲他演的都是比较忠孝节义的故事，是是是。还有再来是他们以前有一些传统的观念其实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像一些性别的部分，那是传统他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男人的世界，以男人为尊的世界，所以在传统戏曲里面的女性通常都是卑微的、可怜的或者弱势的、受苦的，对。可是我们走到现在这个年代，就会开始去在性别这部分真的要去多做一些谨慎的思考，是。所以这个编剧加编曲不容易啊，对不对？这个议题的创作、议题的选择，哈，要考虑很多种因素。是。戏曲跨文化改编在台湾的戏剧舞台上近年来大放异彩，其势至今不衰。唐美云歌仔戏团也早有改编自歌剧《魅影》的《梨园天神桂郎君》的演出，成为该团保留剧目之一。我记得陈老师，您有一出新编剧是从希腊神话取材，将奥菲斯冥府救妻的这个悲剧脱胎为歌仔戏的冥河幻想曲。今天也想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为何想改编这个希腊神话奥菲斯，这出戏的故事内容也请您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很想知道您编这出戏您想要谈什么。是这个是2016年的戏吧，应该是，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以我在当时写的时候，你可能应该二十几吧，可能还没三十吧，应该，对，所以我觉得可能那时候年轻，所以就会在想说歌仔戏还可以演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对，那其实从小就很喜欢看希腊神话。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那个神，像宙斯就是一个很花心的渣男天神，然后他的老婆像那个赫拉就是很爱吃醋，对，所以宙斯在外面生了很多的私生子，他就要去毁灭他们。所以其实希腊神话它非常人性化，不像我们可能台湾的神明像妈祖，他就是非常的端正这样子。改编希腊神话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歌仔戏这个剧种它真的比较少去触碰希腊神话的题材，然后再来也是从演员去为他们量身设戏的这个角度来考量，对。其实最早唐美云老师我是觉得他可以来演那个音乐家奥菲斯，对，然后他可以跟他妻子去谈一个很浪漫很凄美的爱情，可是后来又在想唐美云老师来演这个音乐家好像太一般了，因为一般歌仔戏小生就是帅帅的，然后很有才华呀，对，这样后来就决定让他来演死神，对。因为其实在希腊神话里面非常有趣的是他们的设定是死神跟睡神他们是双胞胎，
对，而且都长得非常的俊美。俊美，其实这一点我当初发现的时候，我觉得超有趣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就是这个脉络从中国到台湾，整个华人的文化里面，死亡还有死亡之神、冥府、阴间，其实都是阴暗黑暗的。像如果我们有机会到霞海城隍庙的话，就会发现里面的神都很严肃，然后像黑白无常，对，那个白无常那个舌头这样啊，我们一看就觉得很可怕。可怕，对，然后像有庙会的时候，那个大型昂走出来，其实他们造型都挺可怕的。对，可是，在希腊神话里面，他的死神还有他的那个睡眠之神，都是很俊美的双胞胎。然后，其实这个就带给我们一个思考是。希腊人不觉得死亡是狰狞恐怖的，他觉得死亡其实跟睡眠是很接近的。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经验，就例如说去那个参加也许告别式的仪式，我们有一个仪式是要到后面去看那个往生者，其实他们往生者躺在那边，其实化了妆之后就像睡着了，是，对对对，其实那个安详的睡着的状态是会带给活着的人安慰的。那其实为什么会写《冥河幻想曲》这个戏，也跟自己的生命经历也有关系，就是从小到大难免会经历到亲人离开人世，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从小其实就会开始在想人走了之后会去哪里。对，慢慢的到这个年纪之后，开始就对死亡有更多的认知。对，因为小时候总是会觉得死亡离我们很远。对，但是慢慢的往年纪增长之后，就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因为人生太无常了。是，对，所以老师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戏，啊，这个希腊神话的这个死亡的这个概念融入到这个戏，来表达您对这个人生无常的看法吗？没错没错，而且也希望真的让观众走到剧场里面，他跟着唐美云老师饰演的这个死神游历一趟人间，然后这个死神跟人世间的很多凡人就发生友谊甚至爱情，他冷眼旁观看着这一群角色们去经历生死悲欢，然后他慢慢的，他本来很冰冷很严肃的这个心慢慢的去融化了。对，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因为死神的工作就是他就是每天到人世间去带领死者到冥界去，所以其实这个就很像是例如说屠宰场里面那些也许是宰杀那些动物的人，他每天杀，其实他已经不太会有那种怜悯心了，因为那是他的工作。死神也是，当他看着往生者的亲人在哭，他也已经习以为常了，他觉得有什么好哭的，不就是死的都要带走吗？ 对，所以真的我们设计了一趟他到人世间，他去认识了音乐家，那个在剧中叫琉璃光，还有他的妻子，他们发展，他跟音乐家发展了友谊，然后他还爱上了他的妻子水仙，就是许秀年老师演的角色，是，甚至他觉得这个琉璃光即将在35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他觉得那你也快死了，那我就可以追求你的妻子吧。所以他就对那个水仙展开追求，是是是。可是水仙当然没有办法接受她的丈夫即将在35岁的生日过世这件事情，所以水仙做了一件事情，是她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她的丈夫这个音乐家琉璃光，她希望去延续她的生命。所以后来反而是这个妻子她代替她丈夫死亡，然后来到冥界。所以其实死神他非常的惊讶，是怎么会有凡人愿意为了别人而死，所以后来他的怜悯心让他愿意带领这个音乐家
来到冥界去寻找他的妻子。对，所以他，我觉得他的那个心情很矛盾，嗯，就是他又爱着这个水仙，可是他又要带着水仙的丈夫去见他。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有一段那个精彩片段嘛，就是那个回声之路。对，其实就是这个音乐家见到他妻子之后，他开始耍脾气，他想要把他妻子带回阳间去。可是这个死神其实就很生气，他觉得说，我帮助你来见他一面，我就要送你回去了，你现在又要给我惹一个麻烦，嗯，人死了就死了，他是不能回到阳间的。是，对，所以不过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剧中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妻子，这个女性角色，嗯，她其实很有她自己的思考，还有她对于死亡的想法。因为我们设定的这个女主角水仙呢，她曾经经历过几次亲人甚至她的小孩死亡，所以其实她对于死亡的感受认知是很强烈的，嗯，所以当她知道她丈夫即将死亡后，她不想再去承受一次至亲至爱的人死亡的那种痛苦，所以她选择自己先离开。离开，对。那么当这个丈夫要带着她回去之后，这个水仙其实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嗯嗯，我看到最后一幕，他很理智啊，他其实有一个成全的那个想法，是不是？就是你好像在这一段加了一点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女主角这个水仙的这个心境的一个转折。是的，是的，因为在原著希腊神话当中，其实他没有去描写那个女主角妻子的内在。对对对。对，就是变成说丈夫来到冥界跟冥王谈条件，冥王就让他带着妻子走回阳间。那其实这个妻子在原著当中完全没有任何思考跟心境上面的任何表述，只有这个丈夫像热烈期待的牵着她的手，嗯，然后冥王有提醒他们说你不能回头。对，那其实在剧本当中我们都知道，当有人提醒你不能回头的时候，就越想回头，你就一定会回头。人类就是这样，很多人都会提醒说你千万不要做什么事哦。对，是是，或者你在情感关系中千万不能怎么样哦，但人性。对，所以这个奥菲斯，这个琉璃光呢，他走到最后一刻时候，当然在我们的剧中他一定会回头，嗯，只是他为什么回头，还有他的妻子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牵着丈夫的手一起去走这一趟走回阳间的路。而且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妻子她比丈夫还要冷静还要理智。对，她非常清楚，我陪你走这趟路，等到即将回到阳间的时候，我就必须放手了，你就要好好回去过你该过的日子。是，我真的听了编这个新编这样子的这个描述啊，我更好想看一下这一回首生死勇歌，在新编歌仔戏如何呈现他的凄美，尤其是三个角色。在那个刹那，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这个编剧，你加了一点新的那个元素在里面。好，我们好想现在就来欣赏一段这个唐美云歌仔戏团《冥河幻想曲》的精彩片段。大雄救苏一休，要不
条花仙露一个，时间来等一个人通过。琉璃公，你惊头前，那你呢？放心，我寸步不离。您千万爱注意，这条花仙露只能向前行，千万不过回头。您若是回头，您夫妻都要永远一命相隔。过去的欢迎就要回顾，这无定都不停。头一遍牵你的手，伫什么所在啊？是伫丰收女神的庆典上。一首歌曲吹流过彼边的花。红线珠的花蕊唱着相思的歌，思念啊思念伊人的我，照着水行，想起着青春的年华，一条花仙路，那愈行愈长啊！因夫妻牵手，情话绵绵，我今生。Yeah.
讲你袂记甲明仔的约定吗？戏曲表演类最大赢家是唐美云歌仔戏团光华之君，不但夺得最佳导演奖、最佳团体演出奖，陈老师您也因为这出戏得到最佳编剧奖。我们知道这出戏光华之君改编自日本文学经典源氏物语，我们就想请老师啊和我们线上的朋友分享一下您改编源氏物语的创作动机为何，这出戏的故事内容在说什么，你想透过这出戏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创作与人生的故事？是，其实也不知道，就是观众朋友有没有看过《源氏物语》？对，《源氏物语》其实还蛮厚的，像我们现在拿到的中文翻译本都至少3到4本。那我们现在人要去读《源氏物语》，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门槛在，就是它的说故事方式跟它的文字，其实跟现代人是有距离的。所以必须是现在的人在阅读的时候要能够耐着性子，因为它毕竟是1000多年前日本平安时代一位才女作家紫式部在当时写的小说，那人物很多哈，人物非常多，对，据统计有500多位有登场的人物，对，那所以其实在阅读过程当中他的那种说故事方式是慢悠悠的。我们现在在看电视上影视作品或在读小说的时候，现在人的耐心比较有限，所以呢变说都会急着想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可是紫式部他在讲故事的时候他就是娓娓道来对，他就是没有这个压力，他就慢慢的说，对，像他可能就偶然提起说，哎，在遥远的一个时代有一位天皇，他娶了一个金衣，他非常疼爱他，他就这样慢慢讲慢慢讲，可是如果说读者他有这个耐心，其实慢慢的在
这个叙述当中，他就进入到了1000多年前平安时代的宫廷当中。那《源氏物语》其实这个故事，他讲的他的男主角光源氏，对，光源氏其实以现代人的角度看，一定会觉得是个渣男，就是，可是其实，回到1000多年前那个时代。其实他是一个挺理想的情人，虽然他的风流多情带给非常多女性的痛苦，但是也非常多的女性成为他的情人之后，受到他的爱护跟照拂，所以能够过着安稳的生活。因为在日本平安时代，其实女性的身份真的还是比较卑微的，对，所以他们很难去对自己的婚姻跟人生能够有真正的掌握，还是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男性手上。对，那《源氏物语》这个故事，其实它主要讲的是光源氏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那最主要的剧情也都围绕在他跟一群女性角色之间的爱恋纠葛。那我们要改编这个《源氏物语》来改编成《光华之君》这出戏，其实也是在为唐美云老师量身定做，寻找一个我觉得对他来说有挑战的角色。因为光源氏这个角色，他毕竟跨越了就从出生到他死亡，可能他死亡的时候可能大概60多岁，对，所以这样的人生是很漫长的人生。我们直接从他的中年切进去，演他的中年危机。因为其实光源是年轻的时候，因为长得特别的英俊，而且又多才多艺，又是个翩翩的贵公子，所以的确非常多的女性会就是迷恋他。可是当他进入到中年之后，他就开始遇到一些人生的变化了。当他在原著当中，他追求女孩子开始会被拒绝，不是因为他长得变得不帅了，不是，而是他开始遇到很有主见的女性，然后他本来有一个他心爱的女人，就是紫夫人，对，这个紫夫人是很有趣，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光源氏计划，对，这个光源氏计划就是，其实这个要从光源氏呢，他曾经有一个初恋，这初恋在原著叫做藤壶，那藤壶是他的继母，对，在光源氏的脑中，这个藤壶就是一个完美的女性的形象。那当然因为是继母，所以他不能跟她在一起，所以后来他不停地流连在花丛之间，其实他内心就是在寻找一个跟他继母非常像的一个女性。结果偶然在他18岁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就是紫夫人小时候，对，那长得跟藤壶非常的像，所以这个光源氏那时候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把她带回来抚养，然后呢教育她，教她琴棋书画，等到她成熟了之后，我就娶她为妻，我就能够拥有一个完美的女性。对，那这个紫夫人其实这样从小跟着他，然后从一个刚开始像是哥哥，甚至有点像父亲的一个男性，到最后成为他的丈夫，其实他变成说他一辈子的情感都投注在这个男性身上。光源氏其实也非常的疼爱他，几乎把他当成像是正妻的角色，但是他毕竟就是太风流了，他无法知足，所以他还是会不断地去追求新的女性。那紫夫人内心其实还是会吃醋，会痛苦，但是她努力地让自己还是很包容。对。结果我觉得最对紫夫人来说最残忍的一件事是，光源氏后来她娶了三公主啊，你有一条支线是三公主的恋情，没错。所以光源氏其实那时候也犹豫，我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三公主，把她娶进府来。
可是他还是无法克制他内在的一种对于女性的渴求，所以他还是把他娶进府了。娶进府之后，因为三公主的身份比较高，所以很自然的他的位阶就在子夫人之上，所以这个其实对子夫人来说是一个无法，他无法去排解内在的这种怨恨跟痛苦，所以慢慢的累积他就病倒了。是，然后这个三公主其实他又跟一个光源是很重视很爱护的一个晚辈叫伯母，他又跟这个伯母，三公主跟伯母就发生了恋情。然后在戏剧当中，原著中这个作者又安排光源是发现了这个他们的情书，所以其实我当初在阅读这个原著的时候就觉得这也太有戏了。我就在想，如果唐美云老师饰演这个光源是，他在阅读这个情书的时候，我们用戏曲要怎么样来表现他内在的那种复杂的心情。对，所以其实在光华之君这出戏当中我们就有一场戏就能够看到唐老师他的心情像是在坐云霄飞车一样，他怎么样在这种爱恨交织，他怎么样借由传统戏曲的唱念作打来表现这么复杂的内在。对，然后我觉得光华之君其实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他整个戏作者啊，对对，作者是一个很重要，也把它放到这个剧里面。没错没错，我对这一部分您的安排也蛮有兴趣的，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个编剧，那所以我在写故事的时候，我都在操纵着一群人的人生。是，然后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也会想，哎，我都在写别人的人生，然后他们都照着我的安排往前走，那我们自己呢，我们人生的故事究竟有没有一个你说是造物者，还是甚至会不会我们的人生是一出戏，会不会有一个编剧作者他正在写我们的人生故事，又或者说我们人生故事是已经写好的，我们是按着那个脚本在走，还是其实我们还是有能够去掌握跟主导做选择的这个权利在。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而且自己慢慢活着活着到三十几岁，也慢慢的开始会有一些感觉跟想法，所以在改编这个《源氏物语》的时候，就把一个作者的角色拉到这个剧中。所以其实在《光华之君》这个戏里面，它就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女主角滕夫人她在写光华之君的故事，那滕夫人在现实当中她经历的情感经历爱恨纠葛，就会影响到她在写光华之君的时候，当她心情好的时候，她就给她来一段比较开心的剧情，当她那个前男友来找她心情很不爽的时候，他就让里面的光华君遭遇到就很痛苦的经历，所以就变成说他现实人生的经历都不断的在影响着他的创作。然后同时书中世界的光源氏就是光华君，他跟他的爱妻紫云还有三公主之间，还有他很疼惜的晚辈伯母之间，一样也这几个角色也都不断的在往前走，他们的生命好像被这个滕夫人操控着。那我觉得其实在剧中很有意思的是，写到了某一个桥段，是光源氏他抱着三公主跟伯母生下的孩子，是这个孩子名义上是我的孩子，但是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三公主跟伯母的私生子。他知道吗？他知道。所以其实这个画面其实在日本他们的源氏会里面，这画面非常经典，就是光源氏抱着这个孩子，他看着他，
这个时间是定格的，可是他到底在想什么？其实在原著当中，子赤部写得非常的细腻，他不断的在想的非常多的想法出现，他恨三公主，他也恨伯母，可是他看着这个孩子，他于心不忍。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剧情当中，唐老师最后抱着这个孩子，他也经历着伯母最后死了，三公主出家了，他也怜悯这个孩子没有父母了，在这个人世间只剩下他一个了，所以最后光华君为了这个孩子流下了一滴眼泪，这个是超乎滕夫人想象的。所以其实滕夫人她在写的过程，她意外的发现光华君流下了一滴悲悯的眼泪，所以她非常的惊讶，她觉得这个男人这么的多情，这么的不断在伤害这么多女性的一个男性，他还是在这个时刻为了一个孩子，一个不是他的骨肉的孩子流下了眼同情的眼泪。这件事让滕夫人其实非常的惊讶，同时她也有点心软了，她也在思考着我到底该怎么安排光华君最后的结局。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我们在写戏的过程当中会去思考很多东西。对对，那其实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一场戏，是那个戏一开始的一场宴，春花宴。春花宴，对，在这个春花宴当中，就是我觉得是整出戏里面最快乐的一个时刻，因为后面就开始不断的高潮迭起，然后每个人物都走向自己一个无法回头的逃脱的命运。命运，对。谢谢老师的分享。这出戏加添文学的元素，也试图提升歌仔戏的文学意境。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品味一下唐美云歌仔戏团《光华之君》春花宴的精彩片段。
这安慰。你的病才拄好好呢，春寒料峭，唔通为着要贪看梅花，看到几条安慰吐泪，过病就好备婚啦。你呀、啊，你就是这么忍耐性啦。是这个雷大神看不起我这个夫情大神呐、啊，家父身体未用，不克前来，当设备宽谅。哎，我甲伊拢已经过了众生之秋了。想当年，问青马三林，笑怨迎风。哎。遐青春岁月，拢一去不回了。公主告。公主，你来了。是，恭喜三公主。参见公主。不用多礼，来一同礼坐。今春喜事降临，公主有喜在心。这温秀英的春色是比往年更加可爱了，吉木，你讲是无？恭喜世伯，恭喜公主，来动印。哎，我替你念。圣言欺凌无误，公主在我教导之下，夫君的手法是愈来愈高明了。吉木，你音乐作艺不凡，你就陪公主合奏一曲《春莺传》。小弟遵命。免紧张，用心辅导就是。哦，是。
青酸辣，心碎东方，不愧算人生的意，诉尽欢。梦世间，虽有不改自甘，人生是一场酸甘甜，欢欣悠悠，将日子过。看了两出戏，我们对歌仔戏多了一点点想象的空间。想请老师，您谈一下我们歌仔戏的未来，您谈一下您的看法好吗？这个问题就挺大的。其实，当然，我们身为歌仔戏的一个爱好者跟从业者，当然对于歌仔戏的未来，会有一些想象，也会有一些担忧。对，那当然很多。大环境的还有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些困难，这些东西都不是说很简单能够去讨论或者去改变的，对，但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在我们自己的创作上面，我们真的是尽心尽力，对，努力的在给歌仔戏寻求一些新的可能，努力的吸引更多的社会大众愿意来看戏。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跟唐美云老师合作这十多年，我们一直一直在努力在做的事。是，谢谢谢谢陈这个编剧给我们带来这个未来大家这个对歌仔戏的这个支持。好，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陈建新编剧给我们带来好戏赏析的编剧观点，也期待看到您更多更好的歌仔戏作品。好歌传唱，好戏连台，歌仔戏是台湾宝贵的文化资产，期待您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喜欢歌仔戏的朋友可以多加关注唐美云歌仔戏团，还有别忘了持续追踪订阅分享侨务委员会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和侨务电子报 YouTube 频道。我们明天同一个时段还有石慧君老师的专访，喜欢歌仔戏的朋友记得准时收看，我们明天见。
Thank you.